好，你说好。好，莱蒂下这球之后被穆伦斯给补了进去。好，在穆伦斯一定要在墨西哥先。领航员的得分效率是有所下滑。莱蒂下穆伦斯这边被打手，而且把球给摆进。在这两周都是主场周哦，所以这两周希望桃园的这些球迷能够多多进场。哇，这边金榜尝试个三分出手，篮底下摆稳穆伦斯，攻击大这两分，球交到塔克的手上。第三节一开始倒是启用了张镇雅，没有用卢俊利啊。穆伦斯哦，林振手，大林振自己再抢一个进攻篮板，最后这球转了一圈进去。穆伦斯篮底下的 N1 回到底线，这个出手受到影响，林振捡到这个篮板球，哇，篮底下想挑战穆伦斯啊，直接被扇了出去。走区域防守，那前几波的区域防守是成功的。篮底下穆伦斯，啊 ，Washburn 不在，就是马上打一个内线的战术，作为穆。这球权在新北国王这边。穆伦斯来防守，来面对 Washburn 的防守，来投进这个两分。哇，直接骗起来了。啊 ，Corner。穆伦斯这个三分球，这很明显的大打小。穆伦很容易的掉头拿到分数。穆伦斯两分。哇，现在卡总就是现在就让整个